大家好，这里是戴氏风采单场最佳好球，你千万不能错过。小编挑选出了小戴在八强赛对上葛通的这场比赛中最精彩的好球，这球到底有多精彩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小戴发球后，两人再往前互放小球，随后葛通起跳，小戴杀球被葛通回挡了一个往前球。这次换小戴起跳后场高球，这时候的葛通抓到机会奋力一杀，没想到竟然被小戴以一个华丽转身反手拍回挡过了网，而且还直接得分。这球防守真的既精细作又富有美感，难怪全场惊呼和掌声不断。从侧面的角度再看一次，这球不论是看电视直播或是现场都非常过瘾，真的无敌精彩。你喜欢这次的精彩好球吗？持续关注追踪就能看到小戴更多的精彩好球哦。这里是戴氏风采，我们下期影片见。